先生，要不要进来检查一下肺部？不啦，我很忙啊。可是，你的肺看起来不太好哎。哦，那本来就有点黑啦。还是进来检查一下吧。好啊，我等我改天有闲再来，我现在赶着回家。吸不到空气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等等要去做肺部定期检查了，一起去好不好？哦，不用了，大惊小怪的。请你吹吹气而已，走啦，我很熟。哦，好啦。